这个你也知道，因为我去年冻卵了嘛，然后就想说既然要生小孩的话，应该男生也要去检查一下精子，所以海莉有去做精子检验，活动力是 OK， 但是精子的浓度偏差。这个未婚夫的部分跟这个 Kid 去拍片，然后呢，出门昨天出门前我就说你们要来，那我要给我一些东西，我要惊喜这样子。然后他其实在出门的时候，我就又问了一次，我说到底有没有？他说你不要问，你不要问，你不要问。然后他到开车的时候，他打给我嘛，我又再问了一次，他说你不要再问了哟。今天其实送花来的时候还是有开心到，因为女生真的很爱收花。未婚夫什么时候？哎、欸，你很会问呢、欸，因为还没登记哦。今年会去登记啦，我有把日子先给老师了，想说算一下。那老师他就一直忙。登记结婚就办婚礼。事先登记结婚，但婚礼的部分，最近哦很常去参加婚礼，参加到有一点觉得要不要我们先准备好再办。要顾虑的事太多了，比如说像我们又有各自的家人，然后年轻人又多，然后大家又想要不要那么的传统，就是很复杂。对，想说要不要先家宴呢、啊？家宴结束之后再什么朋友的 after party 呀、啊，什么之类的，这样子。我本来先说，我本来就不排斥什么先有后婚、先婚后有这件事情，但是。如果要生的话，属龙好像很不错，因为我属龙，等于今年的差不多四五月要开始进行这件事情。最近是有做健康检查？对，这个你也知道，有，因为我去年冻卵了嘛，然后就想说，既然要生小孩的话，应该男生也要去检查一下精子，所以海莉有去做精子检验。活动力是 OK， 但是精子的浓度偏差。千万大军里面，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千万这样子，但活动力是好的。